惊死人！突然之间说你卖个差，那个娘啊啦！我差嘞！所有人都吓一跳，法师傻眼，以为要往生了，结果念一念念到，突然说醒过来，他们又回来了。听说隔天跟我们讲这个故事，这就是忏主，总忏主。后来我就不知道，后来我就不知道怎么样。后来我说毕业，我就飞美国了。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笑话，这个就是总忏主，我还记得。我跟你讲哦，不要想，你不要以为你要拿不起这个钱，台湾是很多人拿得起这个钱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隔年吧，好像隔一两年，有一年拜了法师。那时候台的很像是因为这个灵骨塔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听说有人告我们说什么什么逃漏税，结果连德上次就去出庭了。出庭你知道，就最近去唱约谈，他说：“哎，你讲一下，说明一下。”他很紧张。其实告到师尊，因为师尊是住持，师尊就写授权连德上次出庭，他在美国嘛。哇，连德上次今天被戏，结果呢，那一年你要补上，他自己讲。哎，你看今年有两个人，一个人购买100万，那能撑住，总撑住。啊，你有讲不？他说他不敢接，因为刚这个时候发生，所以会查这个事情。他竟然不敢接，我说这个有什么关系呢？啊，乖，他就这样推掉。所以你不要以为没有人能撑住，一次还两个，是不是？有没有？有，我坦白跟你讲是有的，只是你们不知道。现在如果有直播，有没有听到？啊，莲花宝山要当忏主啊！念到后面可以说卖过差，功德无量，哦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这举例一下，我说忏主是非常难得的，给你机会。所以我们这个夜市叫卖的常常讲，来，走过路过千万不要，对，如果错过，你就不好过啊！没有了，那我讲的啊，对不对？那么你呢？我们现在的餐主啊，很像是生活中啊，这个很像是通货膨胀也膨胀不到啊，是钱也没有变大。我们也说比如说100万啊，如果通货膨胀啊，以前的台币啊，以前不是新台币，你知道，我们现在的元叫做新台币，新的。听说以前的台币啊，有一年改新台币的时候啊，100万才换多少钱？10块还多少钱？贬值嘛，啊，4万块1块钱，4万台币换1块钱新台币，就是贬值。我不知道现在台币是这几年是否贬值了，现在连10万块都没有人要报，100万变成10万也没有人要报，5万也没人报，3万也没人报，对吧？可能我们堂主啊，里面那个。跟这个讲师啊，找几个师姐会唱歌的，每天在佛菩萨面前唱，韦德几万块了哈，啊，终于有3个1万块啊啊，可能血压没快，在我了哈，我唔知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哈，啊，我喜欢开玩笑哈，那你们国外听不懂什么叫韦德几万块，我不懂啊，你们自己去查一下，是有这首歌叫韦德一万块啊。台语啊，为了10万块，啊，不是10万块，你看我又把它贬值了啊，为了10万块，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为了10万块，你们都没有唱嘛，才会没有10万块。以后你们每天都要唱，为了10万块，哎，哈哈哈哈哈，哎，恭喜了，恭喜。起码公爱一百万啊！啊，恭喜恭喜。所以啊，这个忏主既然当了忏主，为什么要谢谢你啊？那忏主会那个排斥是很大的。总忏主，所有人都知道他是总忏主。哇，名字是，哇，什么老板，哇，什么忏主，哇，所有人去看啊，是不是？走路都有风啊，是不是？我们所有人看到他跟恭敬他，今天啊，他们可以要报不报的，随便报都是因为总忏主啊，要不然这法会办不起来啊。吃的喝的用的都是因为他报总忏主啊，是不是？我在国外啊，在国外，我跟你们讲过。我跟印尼的这个莲祖上师去拜忏，那同门还没拜忏，同门就说：“上师啊，请你开示跟我们同门说明一下。”他说：“说一点什么？我们要找功德主很难啊，我们临时有两派，一派说师尊说随意，
为什么你要规定餐厨的价钱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，结果你知道吗，吃的是随意。你知道采用了一张是师尊主坛护膜，他主起折多少钱吗？$500，有规定价钱吗？有。那主起折就是一般的$100，啊，是有的。有没有随意的？当然有随意的，你可以随意啊。其实你要把这个不是我们规定的，以前就是这样。随意之所以随意，是因为有总餐主那些餐主，所以其他人可以随意。如果你们都随意啊，我们开始讲，我跟联组上次都要游泳过去，那机票谁出啊？游泳吗？他从印尼游还快啊，我台湾游过去几天，一个礼拜都游不到，还背氧气筒啊，对不对？买那个鲨鱼服啊，是不是？还要先训练一下怎么换气啊？啊，会也没有用，万一冷死呢？对不对？还要学海上求生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还带个莲花保温餐防水，要不然被水都淹掉了，是不是？那我们住的地方、吃的、喝的，谁付啊？没有人付啊？怎么做法会啊？一条好不好？所以师尊讲，这些忏主就是让法会圆满进行，有护持佛堂的功德，有赞助弘法人、供养出弘法人的功德，啊，有发心的功德，也就是在密教里面，菩提心者，一发、二发。数发乃至十十发菩提心，菩提心的人世间世俗的表现就是，当然第一个就是布施啦。布施里面当然有财布施、法布施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无相布施、无畏布施、无畏施、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最基本就是财施。第二阶的是法施，第三个施就是无畏施、无畏的布施。法的布施属第二。像我跟你们讲佛法，是不是开示就是法师，法的布施，给你们钱财赞助供养啊护持，这是属于什么财施，财的布施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们在人世间都从这边没有学到的话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以后都牵涉到这些钱啊，就牵涉到遗产税的问题。遗产的东西是什么？钱太多啊，政府会扣你的税。你懂意思吗？啊，这个讲起来很复杂了，那不管了。重点是，这个忏主啊，有的原因就是在这里。师尊，师尊也开示哦，你有护持的功德。你看师尊现在开示都说啊，下礼拜啊，这就很重要啊，大随求菩萨啊。如果你们觉得不重要，那就不要做。好，你们自己看着办，对不对？一样。如果大家觉得莲花宝忏的忏主不重要，啊，你也可以不要做。没有人会逼你的，但是你可以，就是说，就像你买机票怎么样？机票不是有商务舱吗？商务舱十几万去美国，那么再下来有第二个是什么？豪华经济舱，对不对？五六万，再来经济舱三万多，那你说同样飞美国嘛？不是说坐商务舱飞比较快啊？也不是说对不对？坐商务舱是啊，三小时就到；你坐经济舱12小时，对不对？其实都一样的时间，对不对？但是为什么商务舱位置宽呢？可以躺着睡啊，是比较好啊。啊，咋贵吧呢？你可以选择啊，今天对不对？老子有钱，愿意坐商务舱，怎么样？今天老子没钱，就坐经济舱。同样报名也是一样啊。今天我今天钱太多，对不对？我对不对？想当忏主，一年一次，我就来当这个忏主，对不对？你可以自己选择，对不对？同样的道理，没有人逼你啊，你的选择权是有的，但是不代表我不能规定这些忏主的价钱，对不对？其实以前不在生活中，以前就是这样啊，显教也是有的，也是有，只是我们都太含蓄、太客气了。啊，这些忏主哈、哦，花了钱之后，哎，竟然还要感谢你。感谢你们来参加，为什么？啊，如果只有一个参主、总参主，你们都没有来，谁知道他是总参主啊？你听我，如果你们都不来，只有我主坛，我没有法师，我来这边干嘛？我一个人演服装秀、变装秀，戴个帽子自己走吗？啊，吟诗的啊，国王的新衣，你们啊，开始没有半个人说，哎，大家好啊，哎，跳舞哦啊，自己对谁讲啊？没有众生就没有谁，
就没有我们。主角还要配红花，还要什么绿叶啊？所以红花感谢绿叶，你懂意思吗？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也感谢你们啊，没有你们，也没有我们啊，是不是？同样的道理，这很多东西是相对的，好、哦，很多东西是相对的，阶级不是我们分的，菩萨也有阶级啊。你看莲花宝忏啊，一地到十地啊，对不对？欢喜地、离垢地到后面的法云地，你说干嘛要分次地呢？通通法云地，你都没到啊，干嘛要分三层、复三层呢？通通随意不是好了吗？对，这是太平，太平世界。你到了极乐净土的时候，大家都一样，你懂意思吗？你要什么有什么，没有什么好分的，对不对？那、啊、你要到极乐净土啊。你要修到那个境界啊，是不是？那你说大家出生都一样，都是王永庆的儿子，一出生就含个金汤匙，不是很好吗？为什么还有贫民窟的，还有出生在那个伊索比亚难民的，一出生就没有东西吃的？这世界为什么不公平？大家都一样，其实是公平的，因为业力是公平的，所以投生到不同的，依不同的业力投生到不同的环境家庭。好，所以莲花宝忏就跟你讲，为什么我做那么多善事还是那么穷？为什么我做发心那么多功德还是这样？你认为不公平？要退道心。上主这边跟你讲，那你不知道是前世你做了什么，是不是？你只看到这一世，当然不公平。你如果看前世，你就觉得哦，原来那么公平，对不对？你以为关到监牢的是他跟你一样，他为什么突然关监牢？挺重拍台机嘛，关键了。我说不公平，为什么我关监牢里面没有关？什么不公平？我没做坏事，是你做了，你才关监牢啊？怎么可以说你关监牢就不公平？我们没有关就不公平？这样明白了吗？举例来说就是这样，很简单。好、哦，什么是最公平？这世上最公平的就是业力，种花得花，种果得果。好，不会因为你买个种苹果的种子长出来是什么香蕉？天哪，它是外遇吗？是不是？种子也外遇吗？啊，种苹果的种子得到香蕉，它不是外遇吗？对吧？你给你给两个黄种人结婚生了孩子黑人，天哪，信不信？有可能吗？可能唯一一个就是外遇，对不起来，是不是？赶快来，同样的道理啊，这个就是佛法讲的种瓜得瓜嘛，种果得果啊。讲那么多啊，就是跟大家，其实我用比较诙谐的方式来诠释这个忏本讲了什么东西了啊。那么忏本每年都看，怎么看都一样，我再重复讲就照着书念就没意思，所以我把它大概诠释一下啊，让大家这个在宵夜的过程里面啊知道什么是皈依的意思？什么叫不是说这世界上不是因为你皈依之后我的命运就会变不好？你命运不好不是因为你皈依跟没皈依。你说我皈依之后怎么很坎坷啊？我对面那个没皈依啊，还开奔驰啊？这不是因为这个原因，跟皈依没有关系，跟因果有关系。所以不要因为这样就退道心，也不要因为说天哪，是不是？现在有忏主、副忏主，我他当副忏主，我不是被他比下去了吗？太不公平了。你可以发心啊，对不对？你不要去地下钱庄借钱就可以，对不对？你也可以发心啊，是不是？活到把我家那个土地卖掉，我就当主忏主，我就不相信也可以啊，对不对？但是我没有逼你这么做，啊，就是我们很多东西都是你自己的发心，现在发心就是要升起菩提心嘛，啊，再怎么样就是说，你要正确的概念，然后这个好不容易慈悲道场忏法，有没有？你们看到我们念经的时候写慈悲道场忏法卷几，什么慈悲？慈悲是发心的意思。想到那么多众生需要你，我们每一个赞助每一个供养都能够让有形无形得到法力。好，今天时间关系啊，我就不再多讲，讲了半小时。好，今天就因为时间关系大家也累了，好，不累的举手。你不累了啊，你继续拜佛，我们就说到这里，你继续，我们就先回去。好，跟大家开始，我把那边面号。好，谢谢。我们。
做出来大礼拜，做出来大礼拜。